兄姐妹大家平安。哈利路亚，你还可以的。出去，请一下，让我们布施一个看，可以的。我们神的看顾保护及带领。来，今天看那边，你们不是能告诉阿比带领我们来？我们让大家能够带着敬虔安静的心啊，来这里守安息圣日。那说的那里面是哪塞？또안진할바로저기다가이공연가왔어나이소스의능력이디니께서하나님의민낭을또수원가왔어今天上午要跟大家勉励的啊分享的题目是靠主胜过世界아니이미하나님아빠이리기다가이디만기다려보방에로가왔어같이아이리가구나스카르네在沙巴总会嘛啊有贴一张这个告示이기니사파하나소가이라파기니아공고입니다因为发现看见现在的信徒呢啊因为受到世界的影响아소리가아니하나님의기스적하나님마이와도무마스카르는좀아呈现出一些这个症状아소그냥아태국문다입니다아这个信仰这是一种信仰属灵的症状아소리나바가니하도신고로니다가이도에기오니라아这个告示是这样子的这样子起아셔린도나아디리카마라이디니사파디나사비아요这个有些信徒呢能够聚会聚会아하나님내가공지가오는소리가와서그렇게하여셔린도나아라이到教会就闲累아셔린도나를누가하나님만나자라주가서바라든난다나有一种第二种是能够读经不读经아셔린서가두사하나님께시작이셔린내가공지가오는야비는두세시로사서바도가이但是手机平板看得非常아소리좀바깥에하나도소소지아이나와이라이지강동이라믿는하나도소지아甚至这个电视哈아바깥에하자 TV 하나네아喜欢看韩剧啦什么什么这个偶像剧之类的아소리나무나해하는믿는능도사람하나아제목과하나는 TV 아能够打发不打发아소리가야무지강동이라믿는우리저믿는우리来到主的前面前就是啊想睡觉아소리좀다행이다농가소리아까시하나님도가도가도能够赞美赞美아소리나비미장인가지에서만어디까지걸어줄겁니다아来到教会就会比美아소리나비미장인가지에서만어디까지사실들아도지마지마하나님소리가가나그거就是能做工做工아소리나비미장인가하나님대로대로길가불러서자마도가자但是世界忙得不轻松아소리도아빠야부지가오니나믿음아빠야좀바꾸다하나님아那还有就是能够奉献不奉献아소리는바깥에낑낑하나는또가자바낑낑아이提到钱也就变了아소리는바낑낑하나자아바로최고냐아자만하도还有就是能够先到不先到아소리바로샹을또복구이농가와시또가바로샹아只要碰到就走掉아소리는이런모두가좀기와하나자사탑비아상가하나도모두기울고가我们大家啊自己来思考一下아소리는이사소리사우리기다하나는바로최고입니다아사탑비기울고바로최고입니다아有没有这样的症状소리는기다기울고이렇게하기냐문자를이렇게하기니아有的话我们要悔改아소리도아무날마마소라이사우리기바로최고입니다문자를이렇게하기아회개입니다아요가왔어一定要把握每一次聚会的这个时间아소리는모두기다하나나고미리하입니다오면가왔어아我们信徒呢应该有这样的正确的一种아이런신앙의태도아소리기다그시험하나나일렉라수리나하나나바깥에있는신부와관절尤其面对现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影响아소리도능력같구나세계하나나하나잡아이기옵니다아再怎么懒呢要记得灵修아소리도안삼아안마가똑같은미술이나관절미술와바깥에하나도신고옵니다아再怎么累也要记得要打卡소리도삼아안마구라미술나나이다망기입니다비기노래하나지가再怎么忙，一定要记得要聚会。아소리다스마안라가아와무치가미수나나이라고아다마네마마무치가미수다리무게나와스再怎么穷，要记得奉献。아소리도아고치기타이브라자자아샤바바미다하나나스가니기기하나아再怎么缺，要记得感恩。아소리도아와와자고바로눈마리타이나나이라벌써미다이라간시아티스마안벌써아再怎么忧愁呢，要记得啊赞美神。아소리도기사삼아안걸좀나가심파이나나이옆삼비입니다기사만아再怎样的困难一定要记得信靠神아소리도안무려라사삼아안불난무려마바나기다믿기에기사만我们请看圣经约翰一书이나믿다구세시오요한이지고기第二章第二章
15-17节。修过些台湾，就那那些。新约346页。新约古三百古永久都不变。约翰一书2-17节。约翰一书不共一笔，你修那修过些。我们翻开几页。啊，我们再给他们补习。约翰一书2-15节，预备练。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的长久。我们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平安的算谁修？我们信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给他解释教育的嘛，我得知道是干啥呢？啊，万万绝对不要爱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事。所以，你给他安那，那咋不安那？那就跑到这里给他比过，给他不能下台回来。更不要成为世界的这个奴隶。那个什么啦？啊，奴隶都那是干啥呢？啊，因为这里也提到了16节。这个是魔鬼的工作。所以，你全用心，你不管你的罗汉定要哪个嘛，那什么？这个世界是属恶者的。啊，所以嘛，是他他那个我们他厉害啊，什么你啊，你跟你爱怎样？魔鬼的三个工作，这里啊，这里啊有呈现出来。啊，所以都你那首先的谁跟你说你来不堕落什么哪个嘛，来？你的是肉体的情欲。所以不管再怎么这个他他情欲他情欲哪来？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什么都是那努马达，那那阿罗。第三个是今生的骄傲。什么都是阿罗，那马达阿，那那阿罗做。啊，提出以下三点来跟大家啊，来勉励怎么去胜过，靠主胜过这个世界。啊，所以你怎么跟你那读路的啊，马路西安米达，什么阿罗米达哈，啊，你耶路巴什么，巴基米达那啊，阿摩罗米达那斯卡的那。第一个要靠主胜过世界的灾难。所以你什么再跟他比？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16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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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节。33节。新约153页。约翰福音16章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里告诉我们。一定你看那个不算的，反正就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都感冒了那弟弟，人们那么苦，那都黑暗那么。在世界你们有苦难，所以都当时看出来了，来我超爱你的，但你们可以放心。我说这，哪怕都做，那不放心了，我都做你的。我已胜过，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都感冒了，那弟弟都感冒了，那是干。这只是耶稣安慰我。小年多呢，所以你接受嘛，你不来帮助你的，因为他体谅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一定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小年多接受，把所有的毛利给他做事吧，让他我找到你的毛利是吧？但是随时叫你放心。小年多接受嘛，要把所有的那那给他啊放心，那来帮助你的，把所有的那。说我已经胜过这世界。小年多接受嘛，他那客气来做苦难是吧？所以说你接受。我们看一下福音14章，福音章跟阿拉主用修，27节，27节，你看福音14章27节，有关的对主用修的27节，27节这里有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定要这把手机什么的呢？主耶稣怎么样留下平安给我们？什么不比留下的黑暗及什么的呢？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告诉他们来把福音告诉他们那个黑暗的，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还有在把你引领到那个那黑暗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还有把福音告，马古达摩那里做，这都是干了把福音怎么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所以人都那么发怒，你的阿瓦古哈蒂尼啊啊，格拉鲁那么，你不要胆怯。阿巴达拉瓦扎啊，所以这里啊，我们面对世界的苦难。所以人都比他们想要比他多路啊，马古那是干了来。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所以就给他熬过，当然给他熬过啊，生啊不一样，忧愁给他。只要我们能够愿意来靠主，信靠主，便胜过这啊世界的苦难。所以就给他一定，后来给他面对一些什么，客气对他不难，什么嘛呢？什么不难？道理对他不难是吧？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所以就是旧约啊，现在嘛，努力给他啊，聋哑的时候，那你聋哑，他那搞的。
这个神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哎，那挪亚记载一节上啊，把改灭的嘛，大卫啊，洪水你不能读到斯卡顿来。啊，创世纪的六章一节到十三节。那记载给你，把首先给读秀，秀上就上线。当时的世代呢是人口众多。所以对第二个挪亚记载，阿拉伯海有呢，啊，瓦鲁努呢，啊，不能一座的呢。但是很可惜，神的儿子。所以说，娃娃他那个高啊死啊，就是指啊，现在来讲是不信。啊，其他那个呢？啊，娃娃高啊死，其他嘛，不如把那阿萨里嘎嘎。啊，跟当时的世人妥协。所以对这些啊，大家妥协啊，都那啊搞的这些事干。啊，所以啊，当时就啊，属神的人竟然跟属世的个人通婚。啊，所以对这些他们呢，我们把那天上嘛，把不了天上嘛，你看都不嘎啦啦。在神的心中，这是一种极大的堕落。所以都一定要，难道说啊，高是我哈听见，我听下什么都啊，我哈听见什么？所以在当时诺亚时代，神的子民完全就被这个罪恶的一种世界的风俗习惯来同化。而所以都当诺亚时代，我哈都高是第二个啊，还有一个什么时代的呢？我拉拉外哈那世界什么？啊，当时啊，就是全。全地哦，满了罪恶。啊，少年都那个巴鲁都那啊，大巴鲁那个啊，想都他们来胡拉了，思想行为都败坏。啊，少年都把家里边那家里那把家里都哈拉顿都那想都那都发给孩子嘛。啊，实在是一种充满了不法的这个时代。啊，少年都哈拉那这里啊，没把那孩子都那把说很高深嘛。但是现在的世界呢，啊，也是更加的败坏。啊，少年都哈拉顿你那个哈拉顿你那个那是该少年的嘛，现在都你第一爱好啊。啊，阿鲁曼努拉老丁也是搞的，可以说是比这罗马时代的过之而不及。啊，少林都嘛打不挨嘛，打不挨他都牛的，你挨不啊？拉老汉的呢，阿努尼马尔不打。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啊，马太福音的本章就说，马太福音越优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越优秀。三十七节。三十九章那些。新约三十六页。新约福音就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马太福音你就用新约三九那些。三七节这里说挪亚的日子怎样？所以就第二话就在挪亚就在什么呢？管理门的呀。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管理不如搞什么呢？这个呢啊，世界。对，会告诉我们说神来的日子已经快到了。아소리도가라그럼이하나님이일삼하고아직한놈이나아망가다알고因为现在世界非常败坏망하고비단놈이다하나님아우리입니다하나님도말하라와틀마구나아우리입니다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소리들이다이다비나우리입니다하나님바로쪽입니다所以当时神就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아소리도이야놀아진다하나지성하하나님이라고홍수이나이바른하나님도나아시가라나你可以看到神的公义今天我还比他们的高级路啊高什么的，但是谁有他的慈悲怜悯？说明都我们今生呢，依然不是在啊包容出来的啊。虽然当时整个世界被毁灭，说明对这些很难的啊，不能够不高什么是高什么的。但是挪亚呢，却能够啊，唯有挪亚啊，能够被神这个蒙恩。所以人们好比那我们要去挪亚他们那一类，不归他们那个高处高楼那么高的。我们请看创世纪的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第八节。第七、八节。旧约第六页。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七节。创世纪第六章的哪些？这里是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一定要看我说的有话是不我不管他们什么样的我当道义和走兽并昆虫好吗我们都看到走兽阿都把我看到那以及空中的飞鸟还是嘛忽然看到那一个刚看到那个哎呀都从地上除灭是不是你不发了还看到地面是不是啊搞你了没有因为我造了贪后悔是不是你把我看到那你什么样的妈妈你人不后悔要把我做什么第八题他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不仅挪亚在一天，还要你耶和华一代父啊，你过命没了啊。虽然当时的世代是不敬虔的世代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把这一代呢，未来啊，
你都说那多年我是阿哥啊。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啊，少年女的啊，他那当不到少年包工地，我把把那把干的都啊啊，男人我不接受他们。放纵情欲。啊，少年都干的，既然当地上是嘛，那少年都又娶又嫁，然后破坏了神所定的。少年都一点都没法，他们那都那我做阿哥啊。啊，我前面提过，甚至连神的孩子们、儿子们都败坏。啊，少年都啊，我不搞啊，是的，少年都还要那个什么啦，我不着迷了。啊，当时。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小林对不对呀？他们我我什么能给他过过来？他们那个玩意儿呢？哦，这随意挑选。啊，小林对不对了？他们能玩的住啊？现在不那没了没啊？你他这七八八还要？起来为棋。啊，他这个七八还要不啊？不要他们介绍嘛，等到。如果套用现在的这个名词来讲，啊，小林不该你他们怎么搞的？没得啊，说了的。就是自由恋爱，性开放。啊，少年都不该你，他妈自由恋爱啊！那起码那少年都不比那帮当朝的。啊，所以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少年都当朝的，还有那个都可能那的哇啊！你国外都难关注啊，他们搞什么的？地上满了强暴。少年都到十八岁了，还有什么嘛？那其他老外他们什么？凡有血气的人都败坏了行为。啊，少年那这矮了吗？这个矮了吗？这个哪里人物噶啊神？啊，第二个比那么重要。所以主所以神呢，啊，就是啊，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啊很大。少林都嘛，我嘛，地上嘛，这块还不啊，搞弄脏了，还不牢牢比那么的。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少林那搞了，说啊，我怕他动都脏了，你啥都怕那那不行嘛，那嘛。啊，所以简历毁灭这个世界。少林都那搞了，说啊，我搞啊，少林都不灵啊。啊，大伙搞搞来是搞了罪了。但是很感谢主，唯有挪亚在神的面眼前蒙恩。少年都去挪亚这里，哎呀，我告诉你，我啊，你不会就告诉你啊，那我都不能讲啊，挪亚来。啊，因为表示说挪亚跟当时的世人有所分别。少年都嘛好比那我们的文字来说，你挪亚对第二方的就差不比那个难了。没有这个沾染这个污秽。啊，少年都这个比多少人都什么都搞不到了。坚决遵守这个神的教训。啊，不要跟这个世上的人同流合污。我们看现在的世界。跟挪亚的世代是一样的。马比兰米达少林都拉拉马比尼亚马蒂亚后，那诺亚这家真还不拉拉的，充满罪恶。少林都啊，二不能不拉拉米达。啊，所以我们一样能够谨慎。少林米达马比尼亚他们那一道比啊，谨慎米达马路转米达。要明白这个神的日子即将来到。少林都你马路转米达马比兰米达，噶不能搞歪心，马大一步啊啊，日子米达。我们要遵守这个圣经的指示。少林米达米罗罗。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他们那里在读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六章。十七、十八节。九五哈，先九五哈，先九五哈先。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十八节。哥林多后书，那九五哈，九五哈，先九五哈先。新约253页。新约不是253页。我们一起念。啊，然后再给他们稍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我们都修了，修了就那么些。对，念。又说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污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他们，啊，这里很清楚的啊，指示我们。弟弟，你们好，你那你大部分的人说话说的怎么？我们要怎么胜，靠主胜过这个世界的这个？在那什么啊？你没到啊？你没得？像这什么的，把钱给他不拿，搞的没得吧？你没到你是干什么来？就是行事为人要跟外邦人啊，没有信的人有所分别。哪来给他搞的？是搞的，他比那么没得，比他不拿个，他啥的没没得都吃饭了，这什么啊？搞掉？就是我们常常听的这个，要分别为圣。说你把别人没得，给你辛苦的，叫他给你没得，把给你不拿，啊，不说的了，要分别为圣，那是来。啊，我们这试婚的这个年轻人，啊，其他那个话啊，这是长辈说那个办理的。我们要自己要保守圣经。那一刚好那一那部分保守秘书都保守秘书。我们要能够在教会组内领会。那那其他方面教会长辈说啊，谁领会的？那那其他一定九辈方面来报告听。啊，这个已经结婚的。所以估计长辈说他那是你哥哥。啊，更要保守圣经。那那其他方面你完全不保守的。啊，绝对不要有万一。
然后我不到去搞到去了，他不再他搞了很大的咯。啊，这是大家去留意的。所以都注意，都快点呀，然后啊，比那么伟大。在末日，主耶稣在毁灭世界的时候。所以都不能一步上那上面，不能够告诉那世界。我们一定能够像挪亚一样。然后你到那差不多，你挪亚他们那跑了去。啊，在神的眼前蒙恩。所以都的，哎呦，把他捏伤了嘛，蒙恩给他嘛，好了噻，刚刚。在民国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啊，所以都那好久好久的嘛，那那九二一啊打过来，啊，大家的记忆应该知道，就是中部是最严重的。啊，所以这个嘛，好了，登陆一带的中部还是打过来的。啊，当时小弟啊是在湖里，啊，所以都说小白啊，怎么那么固定呢？就那湖里，啊，在半夜啊，当时九月二十一号半夜。啊，凌晨一点四七的时候就发生这个大地震。啊，所以你到那边，刚好不便利了，快点呀，刚好，刚好那儿跑过来。啊，当时的地震是前后左右这样子的。啊，所以你到那跑过来，还是把药把一个多少打那个拿过来。啊，甚至上下的。啊，所以你到刚上下他那里你轮轮。啊，所以造成了很多这个。啊，房子都打塌。啊，嘛，槟榔农家，天天看到嘞，阿爹不如把看到嘞，把不能阿爹拿出来。很多房子都一楼都没有。啊，修嘞都一盖看到嘞不，偶尔都嘛槟榔。啊，二楼甚至三楼变成一楼。啊，修嘞都三盖看到嘞，等下就一楼看到嘞。啊，当时地震是屋里的房子倒最多。啊，修嘞对地板嘛阿爹看到嘞，屋里看到嘞还有嘛灯板看到嘞阿爹嘛。在台中的东势是这个人是最多的。啊，修嘞都让台中东势阿爹都当着地啊，嘛阿爹嘛发财呀。对，感谢主啊！还有这个地震是发生在凌晨。啊，兄弟，就你刚才介绍，那个阿公那个应该就那凌晨发生。如果是发生在白天上班上课的时候。啊，兄弟，就那比上班啊，比地上一点啊，楼那阿公那一点啊。啊，前面讲过说很多一楼都没有。啊，兄弟，你嘛比那嘛说的兄弟，就那一开门。一楼可能熬都没哈边了，哇，那个学生一定会被压死。啊，所以都啊，没安过到地震，熬都熬都都没地震还能啊，学生好了的。很多南投的这些学校都都倒了。啊，所以就叫做还不啊，地震啊，嘛都快就。也感谢主能够来保护我们的信徒。啊，所以就感谢学生嘛，啊，也不比啊，题目不也不啥地方干嘛不弄。没有听说因为这场灾难。啊，所以到那等你看到那阿杜那要怎么办？要生一个吧，对吧？我们看诗篇的九十一篇。啊，诗篇九一篇。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一篇。诗篇九十一篇的第十节。九一篇的第十节。旧约七百二十六篇。诗篇九十一篇的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一点点嘛，一点点的，算了，搞死你。祸患并不临到你。所以都什么？你不在外做个代理的领导。灾害也不安静的站。还是领导灾害做个你应该看来就不帮你的。我们再看到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七节。哪哪些？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的第七节。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哪哪些？七百五十三页，这里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其实嘛，他们那一点比西部不知道给他呢。免受一切的灾害。哎，好了，还要不你我稍微点点努力。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啊，所以题目不是你在乎不搞你努力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面对世界的灾难的时候，所以你们啥要放在我稍微看看，不要感冒了努力的。我们不要怕。给他放在我好了，他应该不搞到了，好了，准备的。啊，虽然说会有这种。财产的一种损失。所以说啊，这个老早啊，哎，我都财产没得。但是我们的生命能够留下。所以说呢，搞的没得，然后不啊啊，搞的没得，等于不能干的。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所以说，今天是什么呀？民工也可能不高兴的呢。那你想到前几年啊，南部最严重的这个八八水灾。啊，所以说嘛，非常没得呀，对吧？哎呀，没在你们八八啊水灾啊。在座的也有经历这样的一个体验。好了，就给他们来，好了，准备起来。我好听啊，他们来，好了，等他回来。啊，甚至啊，这个小渔村整个村落被毁，然后被
啊，小林来读，那小林正好来嘛嘛，也来读读那高拉弟弟啊。啊，就那马夏跟陶冶啊，是陶冶去世啊，这个最严重。啊，所以读读那那马夏陶冶去哈那那啊，那还不啊，怎么的啦？那感谢我们前圣教会当时啊，也有爱心的啊，来啊跟政府配合啊，来啊边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收容站的收容所。啊，所以你刚才介绍嘛，第二个是爱心教会的。前阵啊，这个阿海花的呢，等你来看看呢，你家里头呢，啊，干么的话，你去干一下，一起来关怀安置啊这些啊山上这些灾民。所以你不要晒，你到多哈的，一定要啊，看看呢啊，马虎都看看呢，所以讲啊，虽然当时大家啊都非常辛苦，因为要做这样的一个关怀跟这个啊一些啊生活上一些这些帮助。啊，所以都好了，不管你第二步什么目的，到马路上遇到马虎都所以讲啊，呀。但是这是我们、大家能够、把神的爱能够发挥出来。我们要遇到的遇到，他说应该把路下盖遇到，哎，期待最高是对吧？啊，就盖遇到。神一定会祝福大家的所付出的心啊！是，所以遇到他来吧，神让遇到他进来，哎，来不是我高是第二遇到。我们看一下，第十六章。啊，那我们先说，我看一点。一下，第十六章。我看一点，九六九。33节，这是我们刚刚啊有念的，再大家再特别再看一次。啊，少年的嘛，少些的努力吧，少年嘛，平安路的啊，反啊反反路反转。我们要靠主胜过这世界的苦难灾难。少年的这个路的不高兴啊，他这里面不啦啊，努斯卡他来我在外。我们相信在神里面是有平安的。少年的要少年的呢，那路嘛不高兴。马来西亚都遇到过黑暗，他们不高兴。啊，神告叫我放心。所以都啊放心，他们可能不高兴，不说的呢。啊，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所以都遇到今天他们，所以都遇到一切不高兴。神的权柄。所以都把该前面他们呢不高兴。只要我们靠主，一定会这个事，一定会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和灾难。所以都遇到过，那肯定的。其实嘛，把它记住一下，过什么呢？我在外困难困难啊，把马路遇到东西搞困难。第二个，我们要胜过世界的诱惑。第二，看到那个把它记住一下，看到那个啊，是搞困难什么嘛呢？什么？我们请看加拉太书。比那个那个翻出来就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24节，24节，新约266页，加拉太书。5章24节。格拉太书五章喏，你就用十节。那你请念。啊，我再讲详细。加拉太书5章24节在念，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来，啊，面对这世界的诱惑。所以你都把概念放那都啊啊啊，跟那斯卡哈那诱惑。啊，我们我们要清楚说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的话呢，我们告诉你的，等到我们要胜过这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我们的话，感谢他们的回答，安慰他们的话，平安的平安的。而且面对现在的这个啊所谓的潮流文化，啊，所以我们是哎呀，我们的话呢，都什么嘛，什么不能搞的嘞？包括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啊，所以我们搞的网络的，啊，这个有一些的这古时候哈，是怕这个案件哈来伤人。啊，上面都做一滴啊，那个奥利弗盖那个按键啊，我打了那个啊，一把带短刀。就是那个射那个箭嘛，弓箭的箭。好，那现在呢？现在。啊，你不能期待。你要怕按键按战来伤人。啊，上面都把盖你那个动嘛呢？把气给你把你啊，把那个火力给它。啊，我们在使用这个网络，不是就是用脸书。或者是大的时候这样的东西。啊，少年不该你读那啊，熟悉的那奶奶给他，老公给他，每个人都拿来读那，哎，不必要来。或者说，在中国大陆那边是用那个什么微信嘛？啊，不该你读读那，在中国大陆不该你读那微信他那那啊网络的。啊，要善用它。啊，奶奶给他，麻烦给他米啊米，该嘛是。啊，其实是很好的一种啊沟通交流。工具啊，所以你把那微信啊，买下过来，还不买啊，就忘记了。就像我们都会
成立这个群，在恋爱里面成立这个群组啊。那参与到那恋爱那来古鲁巴不少过啊，群组来古维达群组来。说负责人同工啊，就是圣公呢也会组一个群组。好了，等七天下来没出去，哎，看到古拉米拉米啊，伊对岸上呢群组啊，这个就可以互相来联络沟通教会的圣公。啊，兄弟们，把家里头那恋爱啊，还有古啊，啥啥说了呢，把谁放掉了？这个很好。所以不要让爱发生不良，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变成一种犯罪，或者说被诈骗的一种工具。我那时候咪用给他做个纪念，那伊拉伊拉不拿我拿把路转给他，他妈输了他来路拉了我的。我们不要随便按赞，不要随便去点些不知道的这些连结。小林比较呢，阿拉不嘛，马来不收钱的比较，把起码那看到那米，买过来起码看到那按赞的。或者说现在那个，我们看这个脸书哈，都会这个播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些一些图片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资讯。阿拉都把个脸书呢哈，脸书看到不太多第二天嘛，马上来看到脸书哈，看到那个哪位领导。有一些色情的这些图片，好了，对不对？把啊，刚刚那个什么，十八盖住了啊，手机好了呢。色情的这些影片，好了，对不对？多了啊，特别还什么，十八盖住了啊，手机有的，我们就不要去随便去点它。啊，那那个嘛，那弄个话题呢，啊，跟那个不拉你的，都不要随便去按赞。啊，个别哈，什么那些那个咪按赞的，你说啊，我们可能朋友啊、亲朋好友或者说是这种信。阿拉等伊搭有为难伊搭，阿拉等不该伊就做啊操啊，所以讲讲伊搭伊，那可能会播一些他心情的一些留言。阿拉等伊拉等不该伊嘛，就算伊拉过了阿拉在伊拉十八分伊拉就冇变。可能就是情绪上的这些一些发泄。阿拉等不该伊就那个阿拉弄完了出去啦，啊，所以过了好久，可能说啊，阿弟呢啊，可能等来啊，好啊，就冇变。我再来呢，就那手机伊搭，就给他去学个按赞。啊，伊搭可能那个还有伊搭咪啊，就弄就冇变。第二就是我们不要随便有一种崇拜偶像的心。那你看他们那外国佬，那你到处看你，你看他们那比崇拜都不做的嘞。这个小弟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稍稍乖啊，点心那不一米点过。我们的师长那个赵世海传道。啊，你看我来读一下那那句赵世海把他编读下。他上我们这个对观福音课的时候，啊，小林都对你们上读福音课怎么样呢？啊，勉励我们说，传道人不要有这个粉丝团。啊，伊拉不啦白痴啊！他们啊，伊拉不啦听故事啊，可能好，好嘛？伊拉不啦粉丝团比他，咱来把说怎么样呢？但不会去崇拜那些像这外邦人的那种什么那种拜拜的那种有形的偶像。哎，反正说你们做咖啡不做咖啡，可能来不啦你不做，反正什么？但是我们也不要去随便崇拜一些把一些球星啊、明星啊、影星。当作偶像。那伊个保罗说：“你咪个蛤蟆，你咪个无尽牛的话，就慢慢个听保罗说啦。我啥个爱听保罗说，我哪能都不好听那话对。”他也不要成为某某人的这个粉丝。那伊个蛤蟆呢？做不粉丝多啦，起码得不到蛤蟆，你都不好听那保罗说。尤其是我们也不要说把教会的某一个长子、传道、负责人，甚至这个信徒当作你的偶像。那来给他保罗说：“你咋嘛？我今天还能做那天主教那天公司啊？我是那个搞了还能把那还能咋？我今天保罗说，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给他把你信不没得，肯定跟他爱有关系。因为说，因为某个人啊，某个人倒了，你也跟着倒。啊，所以嘛，当然话了，米利亚先生那就该，如果呢，我一个人米利亚他们啊，他们我今天还能跟某个人离开了，你跟着离开。所以都米利亚先生我们两个。”保罗说：“你们的马车子，你们的米利亚，好吧，我看你们好了等。”啊，我们要坚守的这个真修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然后保罗说：“你们的，你那我说可多没人知道嘛。”啊，我们要知，真的你要明白说，我们真修教会是神亲自借着圣灵所设立的教会。所以你们的，所以他们都那无聊，给你把我说接受了他们你来无聊，你们的，你们都那无聊的把我们要能够很明白，接。
坚守的大教义。啊，所以呢，我们在哈兰地花的传统里面，我们六部分呢都分出来，就它，我们呢都啊五大教义，哈兰呢我们九戒里的。啊，十大基本信仰。啊，我们呢十大啊啊基本哈兰呢信仰里的。啊，这是我们要去胜过的世界的。啊，所以呢，我们呢五年不变啊，八戒里的哈兰呢十大。我们看经文还会是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一节到第七节。新约三百零四页。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到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到七节。我们一起念。那偷尽人家老母之辱的人，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事情引诱。阿门。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啊，这里告诉我们，将来必有人被盗行恶。现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所以，当我们念的这些经典里面所呈现的这些行为，就是末世境界的这种情形。啊，所以都比他们少些，你在这里考虑的是他太困难了，一步啊，他这里还在比境界呢，把它做得到。这些都是因为是世界诱惑的影响。啊，所以都好，第二嘛，少都比引诱的嘛，少的呢。啊，第五节要告诉要给我们一个啊，一个。 一个指示。啊，说明都高兴，一定要把它放大，看看能缩的细小。啊，这些啊，诱惑是有行为是有金钱的外貌。啊，说明都不啦，啊，不打了什么，说明，啊，你们没打，你还不啦，结束吧，搞不出来了，啊，搞不到了，毕竟没来。啊，这个人一定要看，你放了，看见了不好听的，是吗？啊，这个人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啊，说明那个人放了出来，都看不到，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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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啊，同流合污。啊，所以就给他啊，你要是你他他对你爱啊啊，当然。啊，当然这个过去啊，在旧约时代的那个我们实体店的诱惑，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所以就是尤其在马比当中，那个啊，华边你到一定要去马比当。创世记三章一节到七节。啊，首先你三兄弟先走开了，那是。啊，我们的始祖被魔鬼诱惑。啊，所以就华边你到一定要嘛。啊，属在他那人嘛，嘛。啊，当时这个魔鬼呢，啊，诱惑我们始祖犯罪的重点在哪里呢？啊，所以嘛，比那不米的，那嘛那嘛，属不阿古嘛古那，啊，华金米的，给你。就是叫你们不要去顺从神。啊，所以就那阿古嘛看他嘞，干嘛看他嘞？阿巴比鲁鲁，那么说阿古高山那个说。那当时魔鬼诱惑我们始祖是犯罪的三个动作。啊，所以就阿古拉比啊，诱惑我阿古嘛古那，华金米的。啊，就是我们。前面所念的肉体的情欲、灵魂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啊，所以嘛，首先你们要不改的，还有就是让他们啊，情欲不改的，他们发大意，第二个啊，嘛是败骨，我给你带去了。啊，同样现在啊，魔鬼诱惑人的犯罪。啊，所以啊，你啊，不嘛哈呢啊，你感染不啊，感染你一样，就是利用那样的三大的网络来诱惑。啊，所以那不嘛不嘛呢，他第二个不嘛不呢，第二个嘛不杀他。阿弥陀佛，哎，不是那个什么，我们要怎么办呢？什么？你当你啊，下药他进来什么？我们请看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八节。罗伯丁。十四章三十八节。就用些神经发泄，神经发泄。新约七十页。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八节。罗伯丁，就用些神经发泄。这里啊，又要叫你
怎么去面靠着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啊，所以你不管你什么，你是爱到哪去了，外行啊，是吧？总要警醒祷告。那我们不看到那迷路的啊，免得出了迷惑。你比较该有那迷路的嘛，这个不迷路的，大家什么？你们心灵固然因肉体却软弱。啊，兄弟们，我说啊，我说啊，还有什么？我今天什么？我老早到新疆来，到地里嘛，弄去了。原来我跑到另外地方。啊，所以你一定要真的要平常都要好建立这个祷告的人生活。啊，所以你到不该，你他们那不能跑到其他国家去嘛？不该一努力，我不然干嘛努力？靠主胜过这世界诱惑。啊，你不该一过来努力，还能来？到不这个那去搞，不搞我是你发了，还能搞几个？第三个啊，我们要靠主胜过世界的这个罪恶。说明什么？都是说了，说你你做什么？你接什么？马卡基伊达布纳斯卡拉奈。我们请看罗马书的第六章。啊，平常这个关照的是罗马书还是六章？六章的三节到六节。三节是大概六节。新约241页。罗马书六章三节到六节。罗马书。这里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这个他们把反正这个他民族人都不在里面了，里面了，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所以这个他不该你不拿皮，那反正里面的民族人还是。安胎同埋葬。啊，所以都把我老早看，你带他们来啊，买埋葬是什么？啊，也是叫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所以就是不管你那把干净的皮囊啊，你带一袋头发都还看到那皮囊的。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这是基督啊，把干净的皮囊啊，你带一袋头发都还看到那皮囊的。毛的埋葬。第五节。啥？第五？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都搞不到。在他那平安那里面的马拉扎派，你到几十万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都把赶紧搞里面的马拉扎派的，今天到那平安那里面的马拉扎派的。第六节，六节，因为知道我们是救人，所以都给他把马拉扎派的，他们那有啊救人的，和他同定十字架。啊，所以都把那再给他把马拉扎派的全击干的什么？啊，是罪身灭绝。啊，把赶紧到那里面的马拉扎派的。啊，叫我们在做罪人奴。还说你这个他做多吧，一定你啊，其他老外国嘛，不打扰你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个旧约的这个罗德，马扎都马马皮囊，你都不知道知道不？赶紧把皮囊啊，你罗德啊，在创世纪的13:8-13。啊，首先给他修罗就相信马皮囊你的。他为什么会选择他在啊，就是建啊，他选择这个毕业的目的在哪里？啊，所以都什么呢？不拉比啊，比西比西比亚都哪一下子呢？干嘛乱？他随波而来迁移。啊，所以都不改变，起码呢现在不啊，干不了的。他的目在选择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啊，专为自己不为神。啊，所以都拉比啊，先做的那努力的阿子啊，能把做安稳的阿子呢，你要再比工作还能多，能把做安好啊。所以他堕落。啊，所以对的了嘛，堕落不能去做安了。他堕落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啊，我那堕落，我那比那个你落的什么呢？啊，渐渐挪移帐篷，渐渐挪移帐篷。啊，上面都啊，也上不去那个古巴没了，一直到这个首都嘛。啊，上面都老人家那首都嘛，反正来。啊，那这个啊，当然他在啊，这首都嘛是罪恶之城啊。我本来给他那首都嘛，他那都不是古巴了，那啊，巴拉反正。啊，他不。就不知不觉就陷在这罪恶当中。啊，所以就到了多纳巴拉伊，那我们是不罗了，那在你罗德里了。现在我们信徒有的会逐渐堕落。啊，所以就哈皮那不米达乌塞里加巴伊，阿拉伊拉巴哈皮那皮那安，那再来就罗德他那里嘛堕落。啊，甚至一大离开道理的步骤。啊，所以就米利亚他那里就说好了，那搞死。就像这个罗德一样。那这皮那安，你罗德一样好。啊，那先感谢主我们啊，东部的巴美族的。这些信徒啊，我们的长辈啊，来到西部发展的时候，啊，所以你他们呢，你少了一代，他们呢，所以说在你自己的脑子呢，啊，大脑他们呢，过来啊，有这样的信心，所以都要等不干他们那边的辛苦，坚持来保守这个信仰，啊，所以那个我那一方面，每个他们都辛苦，你知道吗？到这个西部来，就在这里，他向我们见证。
前阵就建立了这个前阵教会。아소리도다니기다구나아까티비티니마루기다구나前阵教会。那圣经里面还记载一个叫迪拿的人。아디니시에쇼마하피나누나그나담당티디나하나네아소라디니시에쇼我们看创世纪的三十四章。소세기삼십오용시오三十四章的第一节。삼십오용시오로이세第一节到第三节。이세다가삼세这个迪拿是谁呢？지금보라스디나하는나이디나스아她是这个雅各的女儿아마하비나는마치디나하는나이오와이어바니야구아她아这个雅各的女儿아디나呢아看到这个第一节아이셋마하비나는다她说出去呢要接那地的女子们아소리도라와니야구오브라보하이로마사타카도라이비아무리아아비신도라무이디라하는나이아바바야아首先，他是他的好奇心。啊，说明都懂了嘛？哎，不然好奇心不呐？啊，对呐，奶奶。啊，他为什么出去看内地的女子？啊，说明不呐？反正中国人那边嘛，上哪看看？你还不能懂内地了？哎，他们那巴拉巴巴呀？啊，那个地方是外邦之地。啊，说明都那边路啊，都那边蛮那个，哎，我们搞不了，搞不上他们那什么，那巴拉奶奶。啊，是虚华的这样的罪恶之地。啊，说明都啊，哎，不然他们那什么啊，怎么了？你了？那迪兰因为有虚荣心。所以，这个感觉，我安排了什么？我都说了，你来啊，喜欢看这个那个地方啊，所奢侈的那种状况。所以，这嘛，我都还弄你来，还弄来不了嘛？啊，喜欢看妇女的装饰。啊，所以嘛，我都还看那都啊，几步几步看那个吧，要爱上那个流行的衣饰。啊，所以这嘛，我都还弄你来，还弄来不了。哎，看起来其实不是什么大特色哈。啊，所以那地那里面还要工作，大卖啊，老花钱啊，那是这是一种魔鬼的一种工作。我那啥啥哈哈，那哈第二块地那什么，我阿公嘛什么姑娘，眼目的情欲。啊，我感觉看那公路，啊，阿公都那么大姑娘。后来就你看，后来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啊，所以对公路那地那，大卖不啊不啊了，不什么姑娘。第二节，你说，啊，第那一次去就被那地主人的儿子事件引诱。啊，所以公路那地，第那一门。第四件多了还不啦？第难啊，跟他行礼，然后受了侮辱。啊，说的对的啊，我刚刚那不啦，第难了呢。就是他被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啊。啊，说的对，我刚刚对了不啦？第难啊，我不啦，第六女了。那这个当然这个做爸爸的雅各也有责任啊。啊，说的对，我妈要结婚回来，我是第六女了，对啦，我也是第难。啊，他没有去留意。아소리도제가주의를하고비난하는나와왔습니다요예시니어떤외방인자와아소리도아마도아마자바이도막달가도없는바로소리야고우디야아其实这个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在哪무슨말이날다마야얘기는이라도나그만이니这是雅各对神啊被啊违背神的这个约定아소리도제가야고우하나님보라하야고욕수도있다도나그만이라디아도지예사마当时他没有回去伯特利法院아소리도아직약공잡이그런거안볼까봐시누가따라불러와가따라갑니다反倒是迁到这个外邦世界来居住的结果무너사사미디아사이뚜라아버서도가보아아이아따라뚜라아아무기라남이라하나봐라所以你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事件아소리도와와이라이이라도바디나마우라마이라마디르누가와야我看第一啊，我是下判断。啊，对嘛，一过来了。这个雅各就闭口不言。啊，所以都把我当公主，到不了我王位了，也把他顶了嘛，只要不会得罪出来，就提了，就把我都撤销了。而且痛苦在心中。啊，所以都让我都说安逸了，安慰过啊，啊，安慰你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要懂得靠主啊，怎么去胜过这个诱惑。啊，所以都赶紧让我们也不忘记，我们让他们真正去上阿弥，我们让他们赶紧。가바로아아스카프티가뭐라그랬던가스카프아무튼한로마서이치장로마시오지시오이십팔절지오파세스로마서이치장이십팔절로마시오지시오로지오아파세스십팔절这是保罗啊，他面对这个良心跟情欲交战的时候。아소리도가리구나아세고이거가리도바로좀안이아보로이가이프라카노라야입니다他说他也知道在我就是有肉体
就是我肉体之中。啊，少年的嘛，可能他不读了，那么俺们了就阿古来读，啊，这一代没他了，没有良善。啊，我爱他那个嘛，搞不还是嘛？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啊，少年的嘛，该你们不读不买什么，主阿古啊啊，你还要什么？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少年的少年的，说来我不买什么，我那啥啥啥该都比那个嘛，咋个啥啥嘛不买呀嘛？对。当罪的力跟这个啊善的力在跟他心中交战的时候，啊，少年我爱他吗？我家他妈顶风作浪，你过了大麦坡啊，老路米了。他怎么去胜过这个脱离这个罪的力呢？啊，少年不少吧？那我们家是努拉罗是那股哈拉多那你过了二十五节，你就过谢子。他说感谢神，啊，今天感谢谢什么？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少年你把工地不放，我们顶起什么？基督阿弥，阿弥陀佛，我不怕敌人什么？这样看，少林的哈比那能给你。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啊，少林，我感觉我都顺了，我比你六他们那都是，我都说阿门，搞我死。啊，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啊，少林都这样子给你吗？我那时候你不说了，他们那个都努力了，他们那所以说他后来自己后来就知道说要靠主耶稣呢来脱离罪的这个律。他一个都不敢跟我都说阿门了，什么阿门？我比你六他们那，要比感谢你，你们这些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去解释我们一些行为或要选择的一种指标呢？什么？你们没好品啊？那我好了，我们发了这么一个，我们爱了，我们到底爱他呢？什么？你们不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就是不要去犯罪，我们用四个指标来来看。少林的给他们，不阿三那个不是，他妈的，那玩意儿他还能不？知道了哇？什么？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九二十。我们一起念。啊，那再跟扫息。新约234页。两部圣经有背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六九二十。一起念一百遍。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再看到十章二十三节，继续了二十三节。十章二十三节，继续了二十三节。一起念，再念。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了他们。啊，这个就是提供给我们。啊，如果以我们以这个吸毒啊来看，啊，说明不该你看到的名人给他不让你吸毒啊，怎么着？啊，这里有四个指标让我们去解释，或者去做。啊，说明都是把不来看来，啊，他妈给你把所有事情。什么你咋看来？你怎么说话？今天要讲吧。第一个是对自己有没有益处有没有帮助？什么菜拿来我准备到，今天还没拿给到，明天准备买到过，等下再过两天明天给到。吸毒当然没有帮助啊。啊，说你都不该，你吸毒还多帮助了，你都没到，伤害你身体。啊，说你还没安排，你都没到。能不能造就的？啊，说你那你造就我，你在哪里？第二个指标能不能造就的？啊，说我今天你吸毒还在说你那，你不能弄，你都没到，你没有办法。有谁说？我造就那个卖毒的人啊，给他赚钱。啊，那天给他看到了，伢子给他怎么都看到了，你把那个给他都其他这个其他那弄了干了，这是不对的价值观。啊，我发给你啊，我到底还干了什么玩意儿？啊，不能造就了，反正还会去害人。啊，说你这个给他比把那个干了，我啥子你啊，把那个给他比你阿姑干了。第三个会不会被辖制？说你的时候，我说说你他妈辖制那天啊，你妈的好，这个吸毒一上瘾就被辖制。好了，这个话题呢，我们来，你吸毒还能，比如说啊，就比他多话题呢，比啊，吸毒还能。第四个能不能荣耀神？说你啥事不？说你那话题呢，就美国都那么多啥给你？啊，不能荣耀神。啊，说你那话题啊，话题那都讲什么？好，话题啊，再比美国还能。所以，因为这个四个指标，就真的绝对不能吸。啊，说你那啥事不？那我那么些些给他呢，到底还给他们吸毒呢？所以，哥啊，弟兄姐妹在面对一些自己的抉择的时候，说你给他呢，那不如我说你哥，你是哎呀，到处他他妈碰壁的，去看一件事情，说这个人不能做。那还没他没他给他到底干什么？哪呀？啊，就说他他妈，你这个无法做了。最后这四个指标来解释。那还给他，不然给他不，就比如说我看到都说了，完事儿知道。最后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啊，所以我都啊，他非常那个《约翰一书》不。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来过去，一节到五节，一节来了过去，新约349页，349页，约翰一书五章的一节到第五节，约翰一书没过去，一节来了过去，我们一起念，不然再给他们扫兴，预备念，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他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阿们。靠主胜过世界的这个罪恶。其他面前的第三嘛，阿弥陀佛，他第一道看到主嘛啊，那尊有他呢？来认识主大家。我是我们高士山老龙。我们一起唱诗。三比卡。三比六。三百十六首。三比六，国君如何？Thank you.
为教会圣公的发展来帮助代祷。说明这句话怎么样呢？怎么可能修改的？包括我们前任教会是个电梯的新建工程。啊，所以这个概念，那把电焊的电梯的什么？还有消防教会的建筑工作。啊，大概有啊，消防还有这个概念，工量多少？啊，那也因为教会的施工人员提供教啊，来，就是等一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祈求啊，这个里面哈。我那个这个领导还有啊，普通还有，大概还有什么修改？都说明你哪来其他方面？那我们要祷告，到前面祷告的是我们教会的施工人员跟宗教家庭教员。那说明说他们教会的这些啊，其他还有另外哪一块，还有在哪有没有努力？还有没有不愿得圣灵的？还有在啊，在其他这些啊，啊，身体健康跟心灵要求平安的。那说明就包括说他们来，就哪里面哪里面提供啊，小小领导就到前面来接受长职啊的查到的帮助和手。啊，说明都提出来，高楼说明的时候，你们要提供一个孩子的娘，还要看看来努力，一起同心感谢祷告。到二月十四号，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